安德森少校走的是这条路，他可能是到汇合点的捷径。我建议我们继续前进。Hello， 我是阿金，欢迎来观看《泰坦2》的游戏影片。继续照着任务走吧。已启动铁狱模式。我刚看了一下，小心前进。任务章节，我《泰坦2》第一集的章节就已经打了四章了，只剩五章了，代表说这个游戏剧情模式其实很短。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干嘛？我们必须穿过这个设施，前往安德森少校的汇合点，这是我们存活的唯一机会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存取资料中，位置。烈焰。哦。等一下、哦，子弹融化后灼烧附近敌人，铝热啊！这把枪是上一集的王那个套组的武器啊，火焰核心火枪。收到没完毕？我是艾雪，说吧。肯恩没回复，我看这反抗区的铁狱想当大英雄，他朝着你那里去了。干掉他！艾雪，哇，好像是女的，实际上是机器发音。能够听到无线电，是因为我们干了艾雪的头盔，不是艾雪啦，肯恩的头盔。哎，刚对话我没按到，我按了呢。我希望接下来全部都是机器人大战。哇，这在运送术哎！踩死他！有距离的。严重受损！哇靠，这什么？警告！我踩到我自己的铝热剂上面也会受伤哎！哇，这好难用哦。他一次只有一发、啊，爆发核心就是敌方泰坦到来、啊。这些小兵在打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会有受伤，也是会受伤，不过很少。我觉得有点烦，有点蚂蚁一直在咬你这样。这会很有趣。我靠，扎墙壁了！用一下电池脉冲看看，哇，他好会退哦！我靠，绝招吧！需要侦测到机体受损，我的防护罩不能挡实弹哦！但我不信。需要侦测到机体受损，放啊！感觉不错吧？可以嘛？做得好！我刚怎么吃了一连串呢、啊？我防护罩都开了呢。铁宇的技术真是进步神速，个屁呀、啊！他死了，啊，这要自己捡啊！我不想下去，坐上了就不想下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新装备。控制转变铁狱，电池也不用装了。心态野兽，野兽不是都敌人装备吗？拦截子弹、飞弹、垂直起飞。哦，这个是真的像法拉一样，
强力还不像法拉，这个是真正的法拉。铁玉，这码头的货梯是条捷径，看看你的抬头显示就能找到控制台。好主意，谢了铁玉。啊，还要道谢啊？那边是不是我要自己下去啊？虎大，虎烂。我机器人好丑、哦。我正在攻击敌方炮兵。敌方泰坦来袭，越发干！救命！救支援！叫来人帮忙！我觉得不是铁玉太强，小兵太笨。货梯已启动。这是要回去还是怎样？我需要协助。警告！警告！十三号码头发现未授权泰坦，将泰坦移至资产处置处。艾许呼叫 K 三，已确认安全漏洞位置。这我上得去吗？十三号码头完毕。收到 ，K 三行动中完毕。好，被抓走了。我没办法自己挣脱。库伯，跟随 BT。好，所以判官了。这考屁哟、哦！啊，泰坦不是很屌吗？怎么被随便一个东西就抓走了？像娃娃机一样。铁玉，铁玉，我需要协助。好拉差，看来自动保全发现了泰坦，真是省事。有人到家！看见了，是一名铁玉。看三小干。他有没有抓到哪里去了？这是要过去吗？哇，角色行动力高的时候就开始好像在跳平台解谜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看一下，铁玉。如果你听到的话，我正被带往这个设施的变电站。我怎么到那边啊？我怎么过去你呢？你必须沿着管子往较低的楼层走。警告，讯号中断。那边是拿收集钥匙而已，不去了，我一定会摔死。算了。Holy shit！ 没事，好险，我有二段跳。这是冲三小，铁玉，我看到设施里到处都是 IMC 步兵。小心点！这是马威机器人的工作，而不是步兵。兄弟，我们太不适合这份卑微的工作。为什么是那个白头发影响力？布里斯克，我是艾许，我捉到了先锋级泰坦。哇，这些场景其实蛮……我他妈的不在乎，毁了他吧。他的铁玉呢？很广阔的嘛。我们会对付他。这个设施本来就是为杀戮而造。我确定在必要时，我可以利用这一点。艾许，那不是你的游乐园。我付钱可不是要你耍小聪明的。必要时就把那地方毁掉，懂吧？布里斯克通话完毕。铁玉，我正被他沿着装配线往下带走，可能有共通出口，建议你沿着平台的动线走。这设施十分危险，小心生产线上的机械。我是不是要先跳到那一面，然后再斜着走啊？就是我现在这边。
靠，超快的，差点。我觉得这个工厂好酷哦！我被带到一个充满预制结构的地方，我们离得不远了，快点！这工厂，人造草皮、树木，哇，你看还有家具耶！这是要做样品屋之类的吗？啊，这上去会直接死！哎，好酷哦，他把一个家都做出来了。小队全灭，只剩我了，不抵挡他的。敌人会说只剩我了，去死啊！哇，怎么还有一个人在这边？随时准备要跳。哦，好想看他们制造房子哦，可是敌人好多哦。哇，这枪好烂！哇哦，喂，没事。说拜拜，不想打，敌人太多了。哦。无敌点 ，What the fuck？ 是不是上这里？哇，一个屋子要好了。在我的运气，我运气一向不好，不如把这里搜个彻底。或相反，得看情况。完全找不到他，太大了这里。那规模好像一个地下都市一样。哇，这还可以拼出一座都市这样子。往上，我的哥，哎呀！这怎么往上啊？
啊，这里啊。体育，扫描显示圆顶上方是你最佳的出路。我建议你想尽办法也要上去。好啦，爬到生产线顶端。哇，这个把头转过来看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社区这样。啊，好酷哦！努力。圆顶还在等。放心，我不会草率处决你的。我向你保证。嗯？哇，这边看感觉好混乱哦！我到底要爬哪里啊？场景真的超酷的。模拟原理情境开启，重置环境。真人佩服铁定，你居然撑到这里来了，真不谢谢。这里只有一条出路，你得踏上一动一动。顺势前往。做得好，铁月，我从这里接手。为什么这个敌人要一直告诉我怎么走啊？好像向导机器人一样。这是外面吗？有一层防护罩。等一下，这边一定是组成一个战斗场。帅气，帅气！动态模拟圆顶314中载入情境127。现在，让我们瞧瞧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要来玩 VR 了吗？我没什么本事啊，我要死了。好像笼子里面的仓鼠一样，叫我赶快跑步。好像听到蜘蛛的声音。传送反抗军测试目标中。这是另一场测试，拿起武器。差点没过关，闭嘴，把枪拿起来。这怎么是好人啊？一位铁狱，现在情况对我们有利了，这对我们没什么好处，瞄准注意。这都是情境127载入完毕。来吧，部署幽灵战士。哦。心跳加速，是否有什么烦恼？有啊，我超烦恼的。我现在很忙 ，BT。在战斗中使用隐形，能够让你暂时不被看见。开始 IMC 测试计划。死神测试计划。我的枪好鸟、啊。这子弹拿出来不会补、啊？对不对啊？哇，跑好快啊！大家都在飞来飞去。呜呼！他砍的方向跟你走的方向不一样，还故意的。酷
出国，他这样比较容易中目标。我看到他们在生产线上。你的战术可真令人佩服。好，挂了，挂了。我相信 IMD 不会介意我多部署几个单位的。部署另一名死神于测试行径，小兵都挂了。我们让事情更有趣。哎呀 ，C， 可真得感谢我帮他们。靠北，这机器人他妈的行动速度太敏捷了吧！很久的时间，闭嘴干！你早该死了。哟，可怕一号，立即到原地三一标，杀死那名反抗军警员。收到了吗？完毕，确认收到了。哎，报了报了，三一次前进，完毕。可怕一号已经拿到成就，进行下一步，完毕。我很佩服你的技能，不过这一次也该结束。卡帕一号，开门，小队，准备好突破原地。靠北敌人在哪里啊？敌人怎么从友军的地方地取出来啊？全部都是敌人啊！我还以为那边都有军呢、欸。待会儿再解释那是什么情绪。趁现在快走！我侦测到外墙上有个洞口，抬头显示有标记。外墙上的洞口，逃离模拟舱，就直接从他们进来的地方出去吧。靠北，我要死了！防护罩是吧？干！恐怕还是得我亲自接听，是我没算好。我想要开机器人呢。哟吼！艾雪，告诉我你杀了那个铁玉。我正在处理他。别玩了，我就不能享受我的工作吗？不行，你得尽快处理。了解了，艾雪完毕。别担心，有了干掉他后的奖金。你就可以去买所有你想要的玩具了。第四区 Charlie 负责21到29号的引爆。所有 IMC 人员，我是艾雪，告诉你们个坏消息。重新补充猎兽二。由于安全漏洞，我已经移交整座建筑炸毁。啊？或许你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。的确没有。疯了！这什么东西？我建议你们马上撤离。什么剧情？哦，有狗狗在里面。他说他要把整个建筑物炸掉，就为了我一个人。啊，完蛋！铁玉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一连串的爆炸让机械手臂放松了，我已脱困。我已脱困。要往哪走？修三小，没抽到。这地方要崩塌了，建议我们尽快离开。你离我的位置不远，抬头显示有标记。200公尺。汗落。射速好快！哇，不错不错，三连发。什么鸟蛋地方啊？这些机器其实细节都做得好棒啊。可是我们过这一关大概都是直接走过去然后就算了，不会有人停下来看这些细节，可惜。
啊，那是铁玉吗？不是铁玉啊，我的机器人，扫描地图，这个。哟呼！这是高度危险的环境，我建议你登机，铁玉。太差、啊。将控制转给铁玉。这个机器人怎么一直那个啊？你看，这机器人怎么回事？好，我踩死好多人。啊！我靠，这次出场还有动画，好帅啊！高价悬赏你的人头，铁玉。哇，他是机器人呢。看来你还是有些价值的。没有肉身。会瞬移耶。我们开始吧。没气了，没办法快速移动。我补血一下，哇，要死啦！我们的反应炉不稳定，需要更换电池。铁玉，这么快用核心，也太容易被吓到了吧？看到底有没有中啊？核心关闭。按下瞬移可以躲过我所有的飞弹。这招真有趣，铁月，那真是了无新意。敌人怎么不见了？他该不会飞到了某个地方，然后卡住了吧？警告，侦测到机体受损。你的失控会种下祸根。侦测到机体受损，真令人印象深刻。很好，我们离您死亡又进一步了。还要爆了是不是啊？铁玉，犯了诈欺。严重受损，警告，警告。砍三小。哦，水哦。哇靠，这种近战好难对付哦。关闭，平台使用已授权。但是它的弱点就是只有近战区、近战攻击。可是我看到有飞弹。我建议由通道离开。我真的差点死了！我以为单机剧情都是让我爽到底，没有了。我靠，真是好强哦！我认为以后还是不要走捷径好了。哇，这什么画面？铁玉，安德森少校在这里调查这座设施，我跟你在另一边会合。我们怎么来这边的没有解释。可别再被抓到了，BT。我不再走捷径了。捷径大好。
要求所有在处理圣贵分析报告的小组都到演讲厅听马德将军的简报，谢谢。啊？我怎么可以看到之前发生的事啊？不要像 COD 一样，每个都在梦境中。他已经让汉姆站在他那边，所以说他说我。刚刚怎么了？时空扭曲充斥这座设施，而且他们似乎造成了时光出现裂痕。我建议直到我们有进一步资料前都要小心。什么东西时光扭曲啊？时光出现裂痕？怎么会？不明。反抗军果断消灭反抗军部队，我们将会维护人类的生存，使人类更有力地走向繁荣光明的未来。哇，超科幻的，演到这边。这边这些人都怎么了？他们有不寻常的老化迹象，有些则显示受到武器伤害的痕迹。希望安德森还活着。安德森是位训练有素的 SRS 铁狱，他在敌方领土有过许多次卧底任务。这我该被美之龙都要打吧？怪了，这里侦测到了我自己的数据特征，一定是扫描受到附近扭曲时空的干扰。哦，好像不用打了。散弹。有意思，整个设施内到处都是能量爆炸的痕迹，但是你的头盔资料却无法在其他时间内侦测到相同的情况。这些遗骸没有任何符合安德森少校的个人基因档案，他可能还活着。我建议你去检查一下接待大厅，我会跟你一起去，但很不幸，我的机种过不了那个门。哦，你真走运，真嘲讽，真嘲讽。有些还没坏的机器人还在。机器人还会哎的声音啊！我现在才注意到。我搞的狗有点硬啊！安德森，这是被桑吉尔夫放大决之后撞在地板中了。刚把头盔插在什么地方啊 ？PT， 我找到安德森了，他在天花板。目标完成，我们已经与安德森少校会合了。PT， 好冷啊。正确，安德森目前体温为摄氏17度，低于人类生存门槛。如果我有他的头盔，就可以分析了。安德森死后，特殊作业217的控制权就转移给你了。库伯铁狱，恭喜你获得卓升。以下为反抗军 SRS 的布里格斯指挥官所简报的安德森的任务。安德森少校，两个星期前我们截获了 IMC 通讯，他们在提风星上发现了某些东西。一种巨大的能量爆炸在该位置释出，造成了时间的扭曲。
我需要在地面上的 SRS 渗入该设施。收到，我会找到一些答案的。我们在灰熊行动中回收的腕带装置应该可以保护你。我们知道 IMC 已经与库本布里斯克和他的佣兵们签约，要保护那边的某样重要东西，所以注意你的背后和安德森。你知道我有多爱写死亡报告，所以别自己行动。 SRS 是个团队。我觉得这个女的在说台词嘛，就在念书啊。安德森少校所收集的数据显示不完整，我们有责任坚守并完成特殊作业217，建议我们在继续前先找到安德森的腕带装置。日志更新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的任务已更新，我侦测到安全守卫建筑上有个洞口，我会提供进入的权限。在你调查设施已取得情报和丢失装置时，我会待在这里扫描环状结构。很好，也许下次你可以丢丢我。了解。啊，这是安德森的尸体啊！对不起，安德森。他怎么可以插在地板里面呢？先想一想。啊，现在是要玩两个世界啊！中间穿越时空。我可以打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东西。库伯监狱，我转移了一些 AI 功能到该装置中，在时间切换时就可以通讯。哇，动物园呢？看到他逃向野兽研究所去了。疏散研究人员，设立拦截点。镭射网一启动，咱们来一个握住桌边。这枪威力真差哎！指挥部，我们跟入侵者有所接触，但他的行为有些异常。嗯，等等哦，那就等于就是说我在做的事情是影响到那个时空的人。他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我，然后一直在入侵他们的大楼。搞什么？他们刚刚还在那里。科比·马文博士，请至机械工程部进行设计检查。得继续下去，完成测试。解狱，安德森的受损日志可能有些用处。开始播放日志。安德森的日志341 ，IMC 有重大的发现，他能够折叠时空，这绝对不是他们设计的。不过，他们在修复它。不管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，非常危险。方舟发现，安德森完毕。安德森完毕，这是一个类似时光机，对不对？折叠时空武器的能源叫做圣辉。嗯，等等哦，看来他们还没研发出完美无缺的外壳。安德森手上这个穿越时空的装置，是不是就是跟圣辉的有关？这个已经空了，圣辉能源，圣辉一定在别的地方。代表说他真的已经拿到了之后死掉了。我现在等于是在走安德森走过的路。
干，不会吧？好帅啊！那个没有地板可以站啊，白痴哦！这个啊，我懂了啊、oh ！God！ 场景真的是有够酷炫的。圣龟成功送达折叠时空武器轮环，开始测试。铁玉，这里的轮环有大量残存的圣龟能量，这是圣龟的终点站。安德森的计划中有一件靠近轮环中心的侦察任务。你要我做什么？如果我们获得圣龟的能量特征，或许反抗军舰队在未来能够找到他的下落。这到底是要干嘛？我们做的事情完完全全跟……这到底该怎么解释啊？我们现在是在改变过去的时间线，然后让我们现在的时间线能够得到优势。感觉是在完成安德森的任务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哇，前面超远了。哇，这边也太酷炫了吧！这个操作要求太炫了。他们把这个星球的卫星当作测试目标，这该死的东西只是个测试。我们的星球是下一个目标，他们要攻击哈姆尼星，他们还提前了行动，我得把这个情报交给莎拉。他说他们用这个武器攻击行星。你在那儿，铁玉。啊？我找到路。那是少校的最后一段记录。他好像是根据你对设施的侦查，我有个主意，到外面碰头。啊，摔死人的下面。刚安德森是想要转换时空，就好像失败了。超引力冲坡，时空旅程。先移冲坡，目标月球。就是他
们到底要干嘛、啊？穿越时空？哇，我看不懂哎、欸。是说月球的它这个引力，然后跟我没事。它月球引力跟圣柜能量会形成一个时空裂缝，是这样吗？哇，看不懂啊！继续玩下去。注意，有。属于所有非战斗人员区域，请提供安全凭证，以避免意外。所有非 IMC 军队目标。将控制转给你。上官超载了，大家赶快撤离。哇，这船打不坏啊！得到机体受损，敌人火力太猛了吧？喂！哇，我现在没有补血过去，我可能又会挂掉。怎么了 ？BT。啊哈哈！质量效应，哈哈，这画面帅，帅气帅气，真的超帅的。东西又曝光了。搭乘。台湾人生静止的这一刻。很好，解狱扫描完成。如安德森发现的 ，IMC 可能使用这个武器的完成版对反抗军的哈莫尼星进行攻击。我们的旅程离结束还早呢，必须将这数据回传舰队。反抗军利用这个圣柜武器可以直接把一个星球摧毁，这太屌了吧！安德森死了，但只要能和舰队重新连线，我们就能完成他的任务。前方的星际信号台刚好派上用场。如果我们无法及时赶到呢？哈莫尼星上4000万性命将会消失，我们必须将情报传给 SRS 指挥官沙拉布里格斯。哇，还真的！铁玉，信号台就在前方。他指哪里啊？扫描显示能量运作低下，可能需要维修。他不让我开他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注意。我发现了许多未知目标，发现敌人，这些潜行者似乎被输入指令攻击控制室。注意，我发现物中包含有毒化学物质，已启动点域控制。这是什么物？扫描中。这物是信号台的电力网所产生的有毒副产品。我建议你在超过1 ppm 六氟化钨的有害环境中行动前，先登陆泰坦。散弹枪，缓速，
瞬移。铁玉，我发现信号台的控制室中有反抗军，他们正在求救。哦，这就是艾许的装备啦。嘿，外面的铁玉，你听得到吗？来帮个忙吧！我是反抗军手榴弹兵第三部队的克上尉，我们现在被潜行者压制住了，请求协助。我建议我们协助消灭那些潜行者，并与反抗军步枪兵联系。有趣的策略，铁玉，让我这40吨重的机种更能有效率地消灭这些潜行者。我的机械好小哦。敌人已消灭，做得好！这场胜利是我们良好战斗效率的表现。BT-7274呼叫反抗军部队，敌人已被消灭。你救了我们一命，那些潜行者没完没了的，我们可撑不了多久。我们要打开防爆门了，进来吧。你跟太子在电梯上，麦克科德带他们上去。是的，长官。铁玉，建议你离机。不要。上尉，信号台状况如何？电源已关闭，我们没办法控制它，必须有像这样的东西才能重新启动它。不过这个已经坏了。名称：电弧装置。功能：产生高达5兆焦耳的能量。是，我们知道那是什么。你能修吗？没办法，感应器显示分台上还有一个。但是要过去是难上加难，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为所建的。了解了，库伯铁玉，我建议在设施分台里面行动时小心一点，你必须取回电弧装置。解决了虎神星对我们来说是大胜。人家说根本不是人在去的地方，结果我现在要去。长官，我们在那损失太多弟兄了。祝你好运。玩个屁啊，我死了。别怕，你的跳跃装备撑得住。跳哪里去啊？他说别怕，跳跃装备撑得去，是要我这样直这样这样吗？哎，还真的没事。电弧装置距离30公尺。马文机器人。啊！我刚刚我的这种电磁炮子弹打到它会直接歪曲，哎，它真的好像有点类似一个能量立场一样。做得好，铁玉，你已获得电弧装置，返回控制室，系统已准备重启。我还要回去哦，不要吧。看一下。铁玉，中央涡轮似乎有。这不是啊？不是这样演的啊？怎么跟他演的不一样啊？再看一次。在开关上使用电弧装置，这应该能够让你通过涡轮表面。哦，这样才对啦。这是无限的。这怎么上去？查这里。枪怎么好像？这枪好像打不死，但是能够让它稍微短路一下这样。
来越不了解这个游戏关卡是怎么设计的了。怎么？到底往哪里走？超酷的！干高一点，我死了。他是那枚铁玉吗？有疯子才会从那边跳过来。哦，果然是他，是那个铁玉，他跳过来了。我怎么回来的？我都搞不懂啊！超酷，超酷，超酷！他说那是个铁玉吗？他觉得是个铁玉啊！只有疯子才能这样子。啊 ，shit！佩服铁玉，他真的控制是很厉害，超屌的。欢迎长官，你的身手真厉害。兄弟们，我们可不能放。原来铁玉就是跑酷高手。为我们修复电路装置，超帅。你那几招可是真功夫。那看起来像是电路装置，我们终于能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做得好，库伯铁玉，现在能够启动电力供信号台运作。电缆准备好了，上尉。很高兴见到你回来，长官。正好我们将整个电路重新配置完了，现在就差电源。铁玉，电源室的继电器都已关闭，使用电弧装置应该就能够手动发动它们。铁玉，希望这电弧装置没让我们白费力气。注意，前方发现高辐射含量，你的防护衣在房间内只能保护你一段时间，我建议你动作快。除非你想被烤熟，不然我可不会在里面待太久。这些都是好，我一倒数完，讲话不手痛的，妈的！一快！充电中，哇靠！快点啊！电力达到100%，我建议你迅速离开此房间。啊，没做得好，铁鱼，电力回复了。好了，有电源了，打开防护闸，我们去修复信号台。创业开启中，诊断完毕，电力100%。开始重启天线锁定。开始重启连线锁定模组。60%，70%，80%，90%。警告，发现错误，紧急关闭。妈，你搞什么防伤网？金九是某种防故障装置。上尉，连线锁定模组已关闭。该死的 IMC， 八成正朝着这里来。非常有可能。能透过旁路连通模组吗？没办法，长官，除非你想向整个 IMC 舰队进行广播。我们得手动修复这模组。啊，不要废话了，一定要我去，对不对？靠你了。不要废话了。希望你不介意再冒一次险，铁玉。你得到现场修复信号台，并尽快回来。哇，要爬上去啊！IMC 运输船正朝着你过来。哇，鱼型的，帅气。啊，这电人也有用哦。飞击杀型武器，催眠大师。哎、欸，我拿到成就了，呵呵，这是因为不杀没关系吗？还是他们已经死
铁域，正朝你方向前进，请回复。好帅气啊，这有点难。K 四，收到没？回答我 ，K 四。所有单位 ，K 四没有回应。准备进攻目标所在。这个游戏跑酷应该比进影特务还要屌。一号台，四号座台处，对不对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！进攻区域，撤退，部署前行者。好，有个头盔啊，算了，不捡了。发现连线锁定模组，检查抬头显示。C16，信号台四号构台上的小队已阵亡，铁玉可能是要从这里发送信号。C16呼叫里克特，铁玉的意图不明，他可能是要把我们调离泰坦。Nine，盯着铁玉，泰坦那边我另有打算。哦，原来他讲的是德语哦。K K 的，好，你到了操控台，把天线移到最右边，你才能够使用它。啊，我看他跳台了。A21，他死了没？给我个回报。完毕。李赫特，我们需要支援，敌方铁臂仍在四号信号台附近活动。完毕。支援？敌臂是 MC Sharpcop。派些支援。其中去哪里呀、啊？哦，线索定模组连接中断。协议二，任务更新，哎、回去获得连线模组，我们等你回来，库伯。哎，进入维修模式。A21回报 ，Citron Homeland， 发出推门。反泰坦小队已抵达，后面关卡好爽，请求支援。一整个都在飞，有有，差点飞过头。哇，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哦。发射滑索，赶快！赶快！这个我可以做吗？我正在攻击敌方步兵。注意敌军！哇，跟着敌人一起过去哦！华山小。我建议先保护此区域，再进行维修。协议二，任务更新，替换连线模组。模组的插槽在天线上方，我将你扔上去后，你再接着爬上去。我靠，还要啊！这是哪里？
克，我是斯隆。说吧。肯恩与艾许都死了，有人在猎杀你的佣兵，而且看起来我们的无线电被监听了。早告诉你别雇佣那些废物了。敌方的敌方部下怎么都是女生啊？你在监听我们是吧？我要投靠那边了。想当英雄是吧？行，你再来呀、啊，再来呀、啊。要是我是你的话，再来呀、啊。我可不会这么拼命要当英雄，这样你至少能活得久一点。啊，我真的想要去投靠了。对面都是女的，我这边只有一只机器人，连个笑话都不会讲。我干！天线在新模组安装完后会自动校准。啊，怎样？他没讲完。哦，原来我身上一直背着模组。哇，能够跳那么快也蛮屌的。接到你了。哇哦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画面好像在预告片中有，哎，原来是这里哦。赞。铁玉，天线已启动，你一回来我们就向舰队发送信息。你实在是了不起啊，长官。这个会电到哎。喂喂喂喂喂，尼赫特，我是布里斯克。呀呀，我在路上了，尼赫特完毕。我是尼赫特，拦截并终结那个铁玉。然后将剩下的反抗军，李赫特就是一开始割耳朵那个野蛮人。反抗军部队封锁控制室，发现敌人。收到，封锁中，我们会在这里提供支援。时光美。发现异常活动，可能是敌方泰坦。BOSS 战 ，MC 听着，我现在要升人军衔，也想取人性命，你自己做选择。Yes, Mark Invertie。注意先锋级泰坦。他念德文好像在，好像在念课本。别让他活着离开。这一集我一定回来。妈的嘞！要牵扯到敌方，你们统统都该死。鬼呢？啊，还有 BOSS， 你们这样，等等 ，BOSS 出来之前还要看个特写。我们瞧瞧你晋升个人战表现如何？不要再念课文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他们的那个位置超小的，出血。受损！警告！警告！挡啊！挡啊！干！警告！我有枪！能不能顶你？买能还得退？付出代价！快点掏 A 钻！起到了，来了吗？别走啊！警告！警告！哇，有处决！哈哈哈，爽！在靠近敌人时使用近战击杀处决，哇，有两个成就。
什么野蛮人啊，野蛮人操纵机器人，结果还是拿枪。铁玉，建议你离机。好，所有系统正常。格兰尼尔，启动它。是，通讯程序已启动。有效，通讯能量达25%攀升中。60%，很好。快到了，80%。信号强度达最大能量，准备发送。广播资料流中，等候回应。希望有人还在上面。好了，我是反抗军 SRS 掠夺者军团的莎拉·布里格斯，请验证。布里格斯指挥官，我是 BT7274 协议二，坚守任务，回报情报给隶属 SRS 单位的舰队。清楚收到，很高兴听到你们还在下面，我们现在正在接收资料。BT7274，资料记录器显示，原来的铁玉已阵亡。正确，泰拉斯提摩沙上尉已阵亡。现在连线到的是代理铁玉步枪兵杰克库伯。等一下，拉斯提摩沙要你连线步枪兵。对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了解，我们会将你转给合格的铁玉。反对，库伯是我的铁玉。我们现在的作战效能评分超过90%。请求授权保持此连线。老子二兵神，你要怎样啊 ？BT， 你该庆幸我们无计可施。准许授权。库伯，有台机器很赞许你。幸好有你的盛会扫描资料，我们已经追踪其能量特征到 IMC 的提供新基地上。我们时间不多，快走吧。赞。BT 其实也知道了，如果他的铁玉换人的话，他应该早就阵亡了。赞听着啊，那是维修机器人。IMC 研发一种折叠时空武器，它的威力能够摧毁整座星球，但如果没了它的能源盛会，它就没办法运作。你们必须要在盛会离开空军基地前将它夺走。掠夺者军团武器就绪，等待泰坦降落。我觉得越到后面剧情啊，他们越像在念课文一样。哇，部署中。你去掩护铁玉，我们把这座墙拆了。能先把观控台。除非我们解决那些反光炮台，否则无法再接近那艘船了。威尔森就位，格兰尼尔在命中，所有第四舱都准备好。我是布里格斯指挥官，自由开火，射击。开火。他们现在的头就
友这个是快爆炸了还是怎么样？掉下来了！什么东西怪物啊？没看到吗？获得运输机怪物！哇！全空战样式！视野清楚，目标锁定。我要用这个东西打、哦。What the fuck？有我在，小子，准备好。大克，谢谢你现身。别客气。马尔拉战舰在10点钟方向防守天龙星，无法通过。库伯，我需要一位铁玉登上马尔拉防守甲板。布里德斯指挥官，我是黑鸟64，
我们可以到他那里。米提，跟我们上去。收到，六四，你可以的，库伯。我不行的话，大家都要灭了。BT， 你确定吗？相信我。祝好运。我怎么这么慢呢、啊？哦，这是丢了别的飞机。欢迎到六四，库伯，听好。我们不能将你带到剑桥，那些枪炮绝对顾不了。我们在船尾将你放下，然后自己想办法了。目标左方。库伯，我会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靠近，请算好起脚时间。现在，快！跳得好，库伯，我们会从这掩护。剑桥，五号机应该有敌方坦克掩护，下面有炮火。楼梯下有个家伙。周围注意左边，超痛的。室内安全，剑桥就在上面，跟我来。库伯加油，坚持。它是防弹的，我们打算打破玻璃，准备开始。楼梯旁的家伙 ，Tango 在夹层里，成型炸弹预备好了。哎，库伯，看看六四怎么做的。库伯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破开，破开，破开！安全吗？安全，就是这么做。六四包在我身上，库伯去上位的操控台解除剑桥的枪炮。库伯，操纵台在上面。库伯，透过旁路连通操控台，毁掉枪炮。弗里格斯指挥官，马尔他已拿下。收到，六四。库伯，继续掌控剑桥，使用电子刀在天龙星后方右转。巴克，将 BT 带回给库伯。没问题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铁人。所有飞行员，除掉敌人，到天龙星汇合。就这样。没错，库伯，就像这样，把它对着天龙星就好了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一直在叫我的库伯，库伯，库伯，库伯。泰迪，将遥感向我了。就这样，你做到了。这是你的泰坦库伯，保姆任务完成了。哇，这个画面的细节真的超夸张的。将控制权转交铁玉。库伯，我们从后方掩护你，到甲板上前去天龙星。孤独一，我来了。就位，铁玉，你的旅程结束了。我掌握了太空，无路可跑，无处可躲。哈利，攻击恶棍。哇，那么多小怪在那边啊！辐射一号正在寻找隐蔽。阿兹四号进入护视范围，出动。其实蛮聪明的，哎，他会等我的护盾掉了之后才开打，他不会说自己把子弹送过来。最后一次大别车了，小子，终点战斗了。妈的，他护盾好厚、哦。
侦测到积极受损。超多、啊！我要锁定你们，信号清晰。遭受攻击，0920干，这里战斗激烈，需要电池。干要爆了！警告，需要电池。十一号失控，座机失控，开始坠机。哦挂了，布里格斯指挥官。妈的，我也要挂了。我是 BT7274，毒蛇已解决。收到，登上天龙星并守护盛会，我们会准备好移动。库伯，我要扔了。都在冒烟了。正在调整风阻，计算中。严重受损，不过我仍然可以运作。快爆炸了！这艘船正高速下坠，靠我们了，库伯。有一种魔鬼终结者的 feel。在下面。正接近盛会的遏制单位。遏制单位大到无法携带，我们必须随机应变。我无法到达圣鬼库伯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画面晃好大哦，我就看不太清楚他在干嘛。快点，赶快离舰，时间不多了。这边，库伯。哇！你在做什么？协议三。把圣棍弄出去！不行，我们被困住了。我不会失去另一位体育的。准备撞击。你的问题不关我的事。你依照合约运送圣棍之后 ，IMC 就会转账给你。准备好我要的钱，我就会把你珍贵的货物带来，胆小鬼。哎，泰坦，快打开舱门，给我所要的东西。语音指令无法辨识，让我把它给撕了。这太冒险，圣贵人不稳定。听着，大英雄，你有我的东西，我要你把它还给我。快点，叫你的泰坦打开。打开什么？打开他的话匣子吗？哎，那么想当英雄吗？我靠这份合约赚了不少钱，我的朋友。告诉你的泰坦，他再不打开，我就让你脑袋开花。解狱陷入危机，视觉系统达到临界。
无法利用视觉找到铁玉。啊，让他站好。看到他了没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看到他了没？功能受严重冲击伤害影响。我不管你损伤多严重，我知道这里面还有些东西能够运作。快打开，不然我让你的铁玉脑袋开花。你还记得数字不是吗？我说数到三。1 2 3，没那么难吧，对吧？是啊，小队就是这样，要不一起赢，要不一起死。小心，跟着他。再见了。喂，快搬走圣柜，时间不多了。照理来说，机体坏了之后，应该还有一个记忆核心在吧？库伯，在这里。库伯，我没办法完成任务了，但你还可以。把 Seer 工具组拿去，你需要生还，得靠他。哈，这个监视镜头里面竟然还有长枪。BT7274 模组，那一颗就是它的核心。不然怎么出去啊？后面有只小枪了。所有飞行员任意射击。上尉，锁定讯号了没？没办法隐形了，我头盔掉了。确认，有人听到了吗？指挥官，你收到信号？我靠，这是什么枪？信号微弱。你确定你有他们的位置？增强信号，我得跟他们联络。指挥官，收到库伯的位置了，他拆了 BT 的资料核心，已经制造了 Siri 工具组。子弹是无限的。BT， 哎，超屌的这个枪。状况如何？库伯，收到吗？完毕。奇怪，我没有头盔，可是我可以二段跳，但是我不能隐形。BT7274，库伯，收到没？完毕。没办法回答。BT， 库伯，库伯，是你吗？我正在侦测 BT 的资料核心。库伯，我是沙拉布里格斯指挥官。如果听到，快到你北边1公里处的桥梁。你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唯一机会。我们往折叠时空武器来了。我们来了，还没结束呢。哇，一开始拿这个小枪不就好了吗？我干嘛拿那么大把枪，然后打那么辛苦啊？我靠，这个。这超屌的！你的方向正确，继续前进就对了。在折叠时空武器周围的反空袭防御系统太强大了，我们在地面布置陷阱遭遇困难，简直无计可施。
人生中是呼叫的第一只。安装资料核心。对嘛，机械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死？嗨，杰克。他一定是骗人的。我能不能动？很高兴看到你活着回来 ，BT。事实上，超过了25,000。BT 7274启动并备战完毕。啊，这是最后一个模组了。拿到钱了，布里斯克，滚吧！我的部队会接着处理。他们也该做些什么了？哎，念念不忘当英雄吗？他是你的了，慢慢享用。我有说过要抢救吗？这个免费奉送。当我看着你，就像看到一大笔的钱啊！搭载圣座注射器是第一阶段。你躲不过雷神核心的，田玉，我必须说，这比我预料的好。该的他们，敌时空武器程序通过第二阶段，坐标已锁定，自由本系统，行星目的地，阿莫尼。好吧，潘乱臣，那去吧。敌方太强到底。再来吧，兄弟，抱歉，死到了。折叠时空武器，哇，差点整条给打掉。就是不认输，对吧？死到了。为了行动，回收。复活，在启动前马上会带走。喷射火焰能量可达致命等级，所有人员即刻退出本区。包括泰坦在内的电磁部队运作将严重停摆。折叠时空武器准备完毕，部署正对中。库伯，喷射器的冲击超载了我的主内部系统。当机，正在设法还原视觉系统。视觉系统已修复。我的分析机的投掷是唯一的办法。只需要很多警告，侦测到敌方泰坦，侦测到敌。你今天走运了，英雄，我不会杀你的。我从来就不做白工，但是，别以为你有机会杀我。来，这份是你的。布里斯克，那具先锋级泰坦还在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马的。谁叫你合约里没加这一条？我还得去见其他的有钱人呢。你在做什么？在搞什么？佣兵本性。我的分析是，投掷是唯一的办法。我能够将你扔过去，投掷是唯一的办法，投掷是唯一的办法。这驾驶舱没办法开了吗？导航系统断线了。八那个射出装配室，我们非得合作，我们非得合作才行。没其他办法了，布里克水官，我有个办法，用我的反应炉核心外露，它或许能够阻止时空武器的中心破坏社会的稳定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炸毁它。我正传送运输船汇合坐标给你。收到坐标，我们会过去。那你怎么过去？相信我，我计算过了，最好是这样，我们在路上了，祝你们好运了。布里格斯，完毕。
要死一起死吧。别担心，弟弟，我就在这儿。收到，体育。协议三，保护体育。你在做什么？相信我。不会就这样子结束了吧？我先，我在追踪你，继续前进。哇靠！哇，那个力量超强大的，整个星球都裂开了。库伯铁玉，很多人欠你一条命，还有 BT。巴克，设定到哈莫尼星的航线，带我们回家。没问题。哇，那武器超屌的！第九舰队，这是哈莫尼指挥中心，你们回来真好。合格铁玉，提风星的摧毁救了哈莫尼。要成为一个铁玉，需要经历这一连串的事情。这个星球为他们的总部，但有其他数百万人称他为家。做得很好。布里格斯指挥官说会分发我到掠夺者军团，并分配到一具新的泰坦。不过科技部门会先清除我跟 BT 间的神经连接。我不知道有新的泰坦是什么感觉，我还蛮喜欢这台旧的。太精彩了。这是铁玉杰克库伯，结束通话。哦，没有了。哇，这个泰坦二的整个故事剧情的玩起来，哎，说真的还蛮不错的呢，完全一扫一代的阴霾。但真的剧情模式好玩，而且故事不错，真的。很可惜最后 BT 挂了。这个就是我，游戏中只出现两次我的脸，帅气。看一下后面这个，英雄。而且我发觉我怎么只有我一个人红色衣服。泰坦二就玩到这边了，所有的主线剧情都破完了。我觉得他这次单人剧情真的剧本写得不错，而且蛮刺激的。说真的，从头到尾其实没有什么太冷场的地方，故事跟你该做的事情蛮契合的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在玩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说哇，怎么又是重复的关卡，然后一直跑来跑去，或者是一直打敌人，重复做一件事情，没有。这次泰坦二的评价，我自己来说啦，我自己觉得这次真的是做得不错，很久没玩到说单人剧情任务可以玩到就是感觉就是不会形容。有一种热血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然后故事结束之后，你也有一个完美的 结局诠释这整个行动。泰坦二就玩到这边啦，没有了，说不定还会出三代吧。我觉得这些人
这些人到后面应如果要出三代的话，可能还会有一些接续了。因为我们看到最后反抗军还有库珀他们在一个星球上面，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，他们的家。看看啦、啊，如果真的出三代的话，再来玩吧。然后现在回想起来，一代没有单人剧情模式真的很可惜，纯粹就是多人游戏而已。如果一代就有单人剧情模式，比如说现在我们玩的这个整个过程拿到一代，然后二代又是接续下去，库珀他们继续的故事，那这样子，泰坦这两代游戏系列应该会超屌。可惜啦，一代比较可惜啊。那二代就玩到这边啦，没有了，等下个系列再继续吧。